谢谢 EDG 阿乐的一本魔法书，谢谢 EDG 阿乐，这是阿乐本人吗？应该不是吧。谢谢 EDG 阿乐啊，谢谢。阿乐本来今天说要来我家跟我一起解说的，他挺骚的啊，你说他该不该来呢？太骚了，阿乐啊！阿乐可以啊，谢谢老板的一本魔法书啊，希望下场比赛能够看到阿乐。叫阿乐做饮水机，翻个饮水机。哎，给阿乐转50块，让他打个车来得了，自己搁基地看直播看比赛，多寂寞啊！哎，你我这儿有点距离啊，第一把打完。现在出发，不是兄弟们，阿乐真跑出基地，别说下一场了，这个赛季都看不到他了，真别来！你来了我不给你开门啊，不是后面看不到他了，本来只是这几场看不到，到时候一个赛季看不到了。